下面让我们有请东方风云榜双料歌后张靓颖。现在时间都大早了，不知道有没有打瞌睡的。我听一下男生的声音好吗？女生呢？哎，看来今天来的都是一对一对的，比例不错。接下来带上第一首歌，先预热一下，这首歌叫《花心》。
觉得预热应该差不多了，对不对？我已经热身完了，你们呢？我是因为我戴监听的原因吗？我没有听到很大声。你们热身好了吗？好，接下来这首歌叫做《热》。你不需要站立，我可以离开。
首歌怎么唱？好，不行不行，我觉得这样我没有办法唱这首歌，我必须要听到你们的声音，可不可以？可不可以啊？如果这就是爱情，你不需要讲理。如果我成全了你，如果我能祝福你，那不是我感情，是我证明我爱你。如果这就是爱情，送给今天过节的所有朋友们，愿所有人都得到属于你们一辈子的幸福。谢谢。我愿意承受。
经把自己关到